宋亚轩、刘耀文 Chinese idols of new generation. They've joined TF family since young. With each other's company, they got through trainee days and finally debuted together as members of Teens in Times. 2020年的第一天，在外奔波许久的少年们回到了熟悉的山城，开始准备一场名为重逢的舞台。在舞台上，他们重逢过去，也将遇见未来。三个月吧，没有什么心情，就是普通的回家的心情。其实七个人里面，大家都有回去某一个地方，就我没回去过。我应该大概有半年了吧。当然是挺开心的呀，因为可以回去睡觉了。大家好，我是刘耀文，也可以叫我胡歌。大家好，我叫看谁。完成度怎么样？三成。你觉得是练习的不够，还是说是感觉没有找到？那是练习的不够。练习不够。你觉得感觉现在已经基本上找到了？不，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上次见到天泽是什么时候？快一年没见了，好像在音乐会附近。你们多好。还是没有我刚刚健康。我用我刚刚看起来。你们四个现在谁最好？我跟他那差不多。我今天穿了 Air Force。对，罗老师，快快过去。你在干嘛？没事儿，我在玩。对，就很好玩一个游戏嘛，我在玩。对，就玩我玩那个躲猫猫。那你觉得他这次来有什么变化吗？天泽，他变声了，变完声了，声音也好听。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小师弟唱怎么样？小师弟，他音唱的特别高。有没有加一些自己喜欢的元素进去？有啊，就是摇滚。还有其一就是路演，在上海的路演。然后那时候，我还有郑源、小马，我们三个来唱这首歌。一个音乐会吧，是没有困难啊，我觉得还蛮顺的，因为我最近嘛，我一直在看 XO 他们的视频，他们的直拍，还有很多跳了这支舞的人，我都看了，几乎。要雕花，雕花算吗？很撩，很帅呀，对。雕什么
玫瑰花。以前在夏日嘉年华，当时在台上唱，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当时哭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嘛，情绪点爆出来了，对，就哭了。是一个篮球校队的，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哪会像今天一样坐在这儿？得感谢我的那些兄弟们。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这是植株还是植株？植株，然后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月。我以为是煎蛋。太阳月。是吧？是吧？单面煎的。单面煎。可以。然后这边是天花的，然后这边是竹子，然后是你的文哥，然后是苹果，然后是竹子。对。咋咋咋咋咋？对，手要压上去。Yes， 五六七，到咚咚咚咚咚咚。了气走，咚咚咚，咚咚咚，好，说一声，气走上地，啪，哎，咋咋咋，咋咋咋 ，OK， 手一直是这个状态，是忍者加龙拳，觉得就是非常的带感，我也觉得特别的帅。自己跳的怎么样？啊，好吧，那还行吧。因为第一次和爸，就是跟爸不熟嘛，然后无法跟他们交流。先把动作练好，然后再管理表情，这样子。Thank you.
一起唱。挺顺利的，就是我那个 solo 它有一个特别帅气的大袍子。兄弟，看不到我的任何。就是那种袍子，不是鹿，表达一个就是我就是坚不可摧的，我就是龙。这次 solo 的话，我本来想唱比较炸一点的歌，但是我又想到我每次都炸，每次都炸，我觉得很没意思。这次就来一个比较抒情的一点。对。不要动，哒哒哒，咔！哎呦哎呦，然后那个 L 的身体幅度要再大。哎呦，就是你最开始我们那段怎么跳的那个感觉，身体就是那个感觉。今天状态特别的好，不知道为什么，太累了。我昨天也是忙舞蹈课，今天也是忙舞蹈课，结果我要跳风。今天特别的，就感觉。一会儿就要去了。我昨天睡得也挺早的，然后我也本来叫了叫，但真的是太累了，我也早去了，不叫我也不服了，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了？就感觉特别的迷茫，压力肯定也有啊，因为毕竟每天都要练了，就我跟爹儿每天下了课之后，我跟他就我自己回去练一练。有些情感没有爆发出来，那就蛮可惜的，我就无所谓。你再探一点，傻傻看你，再探一点，傻傻看你，你再短一点。虽然我没有，现在嗓子没开。你说我们。Christmas Day.
恰逢一年的尾声，为了能给迎接重逢的少年们加油打气，公司与他们一起进行了新年前夕的特别会议。说的话没有？好像从你开始。对的。这两天训练呢，就这次我没有什么跳舞的节目嘛，主要是在唱，所以说。哈哈。这个新年音乐会，大家都准备了很久，准备很辛苦，希望就是先保护好嗓子，然后就在舞台上展现最好。我其实就很简单，就好好表演就行。所有的台本都是次要。其实上次我跟大家开会也说了一下啊，就是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哈，我们在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走啊。我觉得哈，我们组合现在成立三十几年的时间啊，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就是明年的11月23号，我们能不能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演唱会？哎，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树立一个目标。那么，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开一场万人演唱会，就在组合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树立一个这样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呢，我觉得一个要靠你们，我觉得真的要靠你们自己啊。当然，公司包括粉丝，我们大家都要听。我们就是朝着我们要在组合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开一场万人演唱会，作为我们这个一个阶段的一个奋斗的目标，好不好？加油！go！今年可能会开万人演唱会，当时的心情就无比的激动，然后大家都怀着好心情，要一起去努力，争取这个今年能开演唱会，还是万人的演唱会。首先得努力达成那个目标，达到那个高度，然后我们才能在万人舞台上把自己所有的技能都展现出来。好，大家好，那个今天给大家开这个会呢，一个是给大家顺一下音乐会的流程，第二呢就是在最后确认一遍每个节目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我们先说一下音乐会的流程。我们整场活动就是以群员亮相开场开始，然后开始之后呢，就是主持人上场进行成员们的自我介绍，结束了之后的第一个节目是第一次告白，也会给到你们一个座位区间，然后抽到相应的这个粉丝，你们签售的那张卡就直接给到那个粉丝，但是他们不会上场来啊，只是说他们就是结束之后再去领取，然后到时候那个就是具体的内容小侯老师到时候再跟主持人老师确认一下。每个人有三个问题，那么三个问题你从其中挑一个来回答就 OK。然后呢，然后接下来的节目是那个时代少年团的一个歌曲串烧，然后最后大家就玩得开开心心，然后就结束我们这场活动，好吧？好的，好的，加油，辛苦了，非常感谢。我这一段想在这儿唱，因为这个是这一方大。你不能到这里来哟，到这儿来就太高了。哎，怎么过来呀？哎，你今天晚上过来什么动作？查到一种信件，看玩手机就被。还是得上去。然后说，然后给其他嘉宾一点啊，那老师。
就是情绪没出来，也很可惜。我得，就你知道，我真的表现不出来这种感觉，我第一次，你知道吗？况且，你知道，这种东西吧，一般的什么小情侣，什么我这十四岁青少年，我真的也难受，哦，不是难，也难搞。那你就把他当成你弟弟呢？我跟你弟弟有这样玩？也是，但是感情都是相通的嘛，亲情、爱情。我慢慢，你先晚上再对一对吧。但这段我感觉还挺重要的。别人好了就厉害，别人不好就垃圾。加油。在做心理路程，我还在思考，我还在思考，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加油吧。很期待刘耀文的唱情歌，因为他是第一次唱这个嘛，然后也非常喜欢他很温柔的一面。我重庆就是湖南，上山好好唱歌，快快乐乐长大。我非常期待刘耀文的《唯我们在一起》，还有宋亚轩的《龙泉》。爱就爱就爱哟爱就爱就，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和你们相遇，希望2020我们会更好，新年快乐。然后以后日子里天天开心，天天快乐，然后朝着自己的梦想出发，对。灯光闪耀，热情在发酵，在热闹的街角，我们用自信舞蹈，跟着我一起跃动舞摇，烦恼统统抛掉，把梦想尽情燃烧，看快乐在围绕，跃动的心跳，年轻的世界不再单调，脚步如此美妙，音乐的讯号，这一刻你是最美的主角，快乐出发，一起无法自拔，青春无限大出发，活力无马，用街舞去回答。重逢就是很开心见到了他们，也很难忘，那是一个很难忘的夜晚，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见了，再次重逢之后呢，就有太多的感想，还有太多的话想对他们说，因为大家很久都没见一起了嘛，然后一起见了，一起吃了一顿宵夜，还蛮开心的，十里他们进步蛮大的，也挺厉害的。